看来就不是啊，不是吗？他加购的是哪一台？现场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比较两光，是两光的。你要加购那个干嘛？3900，有这个需求就可以。你没有这个需求啊？如果没有这个需求，那就可以买下来卖掉。买下来卖掉，没有卖不掉啊，卖不掉。空气清新机。